六里门妈庙土城桥，今年啊有一个特别，63年来以来啊，头一届五大主会和外界的先生代表，我大家来挂呢，我们共同发心为阮六里门妈庙五福千岁桥。咱这厝的五大主会香客哦，是上禀咱的玉皇上帝哦，上界啊注册。啊！得到上苍妈祖婆王爷的认定，会当来担任咱这厝的哦五大主会。今仔日透早，阮共同吼来咱古庙吼，就是咱一殿的遗址哦，啊来取水，啊这有真大意义吼，引水啊思源，小弟感觉非常的感动。谢谢。六里妈妈乡这边是算咱上早吼来纪念的一个乡客。我想文化资产，咱有有形的甲无形的。啊，有形的就是咱的文物、王船，都是咱的有形的文化资产。无形的就是咱的民俗、咱的寺庙文化，尤其伫咱别物信用内底，这是相辅相成。咱圣母庙这边遮的庙师，真正是足久足久有足侪传统，会用予咱对遮慢慢啊，对遮欣赏，对遮了解，会用了解着讲咱台南哦，真正是一个文化足丰富的一个所在。土城乡所有的点头啦。会使讲，你所有看其他庙宇绕境活动，还是做石活动，所有的点头无上遮济转的，干那我念都念袂了啦。像江顶啦吼，金西顶啦吼，亚江顶，会使讲不胜寒举，非常的济。将近200年前，咱土城新武庙遮透过寄佛、寄佛、参三教五庙，有一个非常好的情谊。今年拄啊是台南400年，嘛是咱土城乡非常重要的乡镇。伫这个时阵，新民的慈悲、甲人的智慧、忠心，互这条线要来接起来。今年是三九五庙啊，大团结，三九海洋宫、水仙宫、调云宫、文林庙啊，有来遮入朝。阮伫四月初六啊，阮的妈祖啊，嘛会去啊邀请，咱三九五庙来作为遮大家感谢，作为老热啦。六里门新二庙做香烛，会当讲用词来代表，就是合作的合。今年三九大团结，合五大主会嘛，伫阮庙遮嘛是合，阮境内嘛是合，人嘛是合，神嘛是合。所以讲六里门妈乡五福千岁寿，会当讲是合安尼，大家拢非常的团结，所以心灵爱心。人爱好。欢迎大家四月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三天的乡节来土城遮参加这个六里门妈乡五福千岁节，欢迎大家祝福大家，多谢。